弟兄姐妹，早上好，很久没见了。你知道吗？差不多两个月前，我在这里分享信息以后，在主路学有一个投资的那个理财的一个分享吧。在那次分享，我就有一个印象，你们都是一群很可爱的兄弟姐妹，你看看旁边是不是很可爱？你不要告诉我，我刚跟他吵架。你知道吗？在家里面吵架，我不会说是吵架，我说是坦率的沟通，把你们的心里面的话、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怒讲出来。啊，我三十几年前我就看过一本书，就《Trauma and Recovery》，就是这个耶鲁大学医学院一个教授写的，一个女的教授，她说什么？她专门研究那些越南战争的那些的 veterans， 那些退伍军人，因为他们有很严重的退伍军人的病。所以他就在研究当中发现，一些退伍军人他们有那个，战争之后的那个trauma，以色列创伤，二期那个病症的那些的退伍军人，他就很详细的研究，他就发觉那些 veterans 退伍军人，他们如果有机会。讲述分享，哎，这个很有意思。那个怎么这么小声？这么小声？他们的恢复速度声音太小了，同时也比较好。所以在家里面吵架嘛，贫嘴嘛，这是正常的，因为你是人，对吧？是不是？我跟我太太，我们不吵架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调不了。很可爱，对不对？有时候这里气的这个很，他也是，对吧？但是坐下，上回讲过很多次。可爱的地方就可以了，是吧？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吗？这个，一对年长的夫妇接受访问，啊？他们的夫妻感情非常好，是众人的榜样。那个主持人就访问那个太太，哎，你们感情那么好，结婚那么多年，哦，真的婚姻非常美满。我想问，到底你先生有没有缺点？他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星，多不多？他的缺点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还有呢，他问这个问题，他经常会犯，就做错事情让你生气嘛？哦，很多时候不是七孔啊，是什么孔都出来，都喷烟。他说，然后他就说，就问，那他有点嘛？那当有一些，他说他每一个优点。就像一个太阳，一个明亮的月亮，所以月明就星稀嘛，是不是？太阳出来，你看见星星吗？现在看见星星嘛。所以在家里面嘛，我们都要看对方的好处、优点，同时我们也要改变。所以你知道，生命就是个 ever-changing process， 不断的改变的，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改变呢？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去改变，好不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吗？他说要天天，不是一个礼拜一天，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为什么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什么的意思？打印的东西，要背十字架。啊？意思如说，背印才能。
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太忙，我们太累，太愤怒，太委屈。这是川普啊，耶稣基督哦，一个黑人为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就是他？我不想让你看，他是干嘛的？好像是，就是说演员，演员，嗯，意思是说，如果你念念的反应，白玫瑰情人，这个情，你可以在婴儿超声波上听的出入症。我现在在网上现在有了，可以 download 的。对，我觉得那本书写的非常好。我中念中学的时候就看，我得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做一件好事，哇，觉得我很了不起。他就说，如果你这样想啊，你就丝毫不懂加勒山的爱。有时候我们埋怨，香蕉你听你听不着，没办法，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加勒山的爱就告诉我们，要改变改变你的什么生命。背负全世界每个人，对吧？他在哎，雪菜，那个祷告里，他不是说关去关了。啊，不是可行，管你的退去，听不清，管你的退去，你的退去才的人，不行哦，这声音特别小，我就拿着对着我的耳朵听，就遵循他，关我的困气，你爱我，你就会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是不是？我没听懂你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的有啊，我打开扩音器的静音，管他，你讲话别人听不到，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都是一群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有软弱，所以在我们一辈子的路所走的人生路都是什么？一个不断改变。被主改变的一个过程，好不好？你愿不愿意？你自己改不了的。这是保罗说，一会我们也会念他的这个一点点的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改不了的。我们越改，就好像那个你钓鱼，如果你钓鱼，你就知道，我最感恩的意思是我在美国第一次钓鱼。第一次下钩坐那个 party boat 出海，在金门桥附近，我钓了一条49磅的成龙 sturgeon。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那个时候他说我钓鱼钓了几十年，钓成龙，专门去钓成龙，他说连一口他也没有咬啊，咬都没咬，你第一次下钩就钓到了，真的是是不是感恩？肯定是主赐给我的啊，所以那是非常开心。我喜欢在讲到的时候就跟各位聊一些就是神给我的话语啊，就是我三次在那个主律学的讲那个讨论的里面，我第一我发觉我为各位感谢主，因为你们的生活非常好，很多专业人士在这里，所以钱不是问题，你们都有很饱足的生活，丰足的生活，对不对？但是我也听见你们所担心所关心的事情可多了，对不对？那个是好的，你担心，你会用你的精力，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生命里面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就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好像一个压力锅，你知道吗？ Pressure cooker 啊， Pressure cooker
这怎么样？你记得 pressure cooker 压力锅都有一个出气孔，这安全的缘故啊。所以很多基督徒，我曾经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责任，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愿望，我们都是要去完成。幸亏我的名字叫完成中。不过我也要做到一个心脏衰竭，你知道吗？所以五年多前我就在台湾换了心瓣膜手术，在那个振兴医院，非常好的。如果你 来自台北那个地方，你知道振兴医院就是做心脏 手术，这是第一流的啊。不过我希望你不需要到那边做手术，好不好？好，今天如果你神的话语感动你，你好好的去跟着做，就会很好。我们祷告好吗？好吧，天父，我恳求你的灵，就在这个时候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讲的听的就要同感于灵，那些话语都是来自你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再说一点点关于各位，就是你们觉不觉得你们有这么好的生活？当你生命的问题啊，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正常的。今天我希望各位知道，我们的主都希望你跟我都进入这个安息里面，知道吗？不单是安息日才进入安息，就天天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一会我们就会讲啊。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我希望我那个字体够大，对，我这次改进一点啊，就是啊，雅各、以色列与安息啊。哦，那个好，我们请各位啊，我们念两遍，一遍第一遍就是啊，弟兄先念，第二遍是姐妹先念，好吗？弟兄请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轻。但只是精神。好，我讲的不够清楚啊，我们再来，这姐妹，这次姐妹先念啊，然后这二十九节是弟兄，好吧？好，请。嗯，先背。啊，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深入的去看他在讲什么啊。就首先我又问，你有主耶稣所说的安息吗？耶稣所说的安息跟安息日是不是一样？不一样，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字。那个安息就是休息啊，一会儿我讲啊，那个，所以这个安息就好好的休息，安安乐乐的休息啊，舒畅，你会感觉到舒畅、轻松、自在，不需担心履行什么责任或完成什么责任。这个安息不是说你没有责任，你没有工作，不是。你有责任有工作，但是呢你不担心，清楚吗？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有很重的责任，做父母有没有责任？
可重了，对不对？那个孩子60岁当那个外公的时候，你还是担心他，对不对？哎，有没有吃好呀？有没有啊睡好呀？哎，血压怎么样？是不是啊？也是父母啊，所以记得安息不是说你没有责任，你有责任，不是说你没有工作，你有工作。不过呢，你不受那个工作的压迫，好不好？你有没有受那个工作压迫，受那个责任压迫？有没有？有没有被那个还没有完成的责任，觉得哎呀，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常也想起那个事儿，你就睡不着觉，有没有？都会有的。如果你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一个正常人，好不好？我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的嘛，是吧？我们是人，我们就会有软弱，我们就会受什么？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智慧所限制，对吗？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 finite being， 这个受一个有限的这个个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焦虑，对不对？啊，你觉得这有限，哎呀，好像我已经到了尽头了，啊，没出路了，对不对？那个是焦虑，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第一宗的谋杀案，该隐杀那个亚伯，他的兄弟，为什么要杀他？他感觉到不安全，好像神悦纳你的祭，不悦纳我的，我算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人的争斗就是从这人的不安全而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特别我现在慢慢老了，我常提醒自己，年轻人做得比我好，后来的人做得比我好，我要怎么样？我要鼓掌。我教书几十年，1974年我就开始教书了，到今天没有停止。我的一个常常告诉我，也告诉我的学生们，我说但愿有一天你们都在某一方面来超越我，那是我最大的喜乐。看见你的学生超越了你，这还是一个老师最大的喜乐，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的文化，好像从前有位宣隆基，差不多40年了，他写了一本书有关中国人的这个性，我忘了那个书的名字，这个书我看过。他其中就提到中国人喜欢的沙子文化。什么是沙子文化？就你后来的，我觉得你要超越我就怎么样，我把你干掉。那个是撒旦的想法，你知道吗？中国在那个周朝开始，周公那个治理作乐，就放弃了，就走人文主义的那个方向，他就怎么样？他就不再教导老百姓要敬天。所以就慢慢，我们中国越走就越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以人为中心的那种的想法，很可怕的。那个是来自撒旦的，撒旦就是什么？撒旦就是针对者、控诉者的意思，他要针对你、控诉你，他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让每一个人都死无葬身，家破人亡，这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你看见在加州嘛，加州是一个非常放任，我不知道他是 liberal， 他是放任，没底线，对吗？今天你是女孩，明天你是男孩都可以，你不，你变性不需要爸妈的同意，是不是啊？哇，现在就是，你看你去那个 Peace Coffee， 那个洗手间就是 all genders， 意思说不单是男女，啊。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就是人啊，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回到这里来，耶稣所讲的安息，就是说我们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轻松自在、舒畅，不需要担心，不远离焦虑的一种的生活方式。焦虑来不怕，因为我们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你是否有安息，事实上要看你的心抱着是哪一种态度，是雅各的态度还是以色列的态度啊。几年前我在夏令会我跟各位分享过那个雅各跟以色列，有些人我想不在当中，我再讲一遍，就讲到那个雅各跟那个人摔跤，那个人就我们一般说他是天使啊，因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啊，那个在那个黑夜里面什么都看不见，那个雅各就抱着他跟他摔跤，对吧？因为那个是焦虑，你看见吗？那个雅各把他的把他的妻子妾室那个子女都送到那个雅伯渡口的另外一边，是啥意思？要他们做挡箭牌、盾牌。事实上，雅各所做的真的是岂有此理的。香港，如果你来自香港啊，有一种鱼叫那个塔沙，就是我想是色目鱼，就扁平的，是吧？有一个劫后鱼，就是深海的塔沙，是什么意思？叫摔到铁地。铁梯是最衰的，没有最差劲的，差劲到铁地，铁到深海塌沙吗？天地，对，可以吗？明白吗？事实上，雅各就是这个真的是深海塌沙，真的岂有此理。不过你看见他就极度不安全，所以他才做那个事情。如果他明白那个人给他那个新的名字，他就不会那样做了。所以那个人跟人摔跤，对，25节我没有打出来，就是看还没有胜过他，不是没有能力胜过他，只是没有出手，就在他大腿我摸了一把，他就扭了。啊，然后呢他那个人说我要走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机会他都抓住。啊，所以那个人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个新名字。你就在那个，在我们中国人也是，在那个近东的文化也是，名字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啊，从前我的姑父啊有一个名字，他姓吴，口天吴。啊，他一个单词就是蒙，蒙就是在广东话是傻瓜的意思。所以他
那个解放军给他写那个回乡的介绍书在罗湖啊，问他是什么吴，什么名字蒙，解放军都笑。那解放军在当时我没有看过一个解放军是笑的，我姑父说解放军也笑了啊。 OK， 所以名字代表生命，你那个抓住的雅各你抓住的生命不对，你要有个名字叫以色列。那很可惜以色列这个词在很多英文圣经都没有翻对。事实上 我们学过希伯来语一年的都应该可以 分辨的清楚，那个以色列这个词是两个词就凑在一起，那个列就 L 就是神的简称，以色就 Isra 就是让他征战让他掌管，所以这个名字以色列是让神征战不是让神掌管。所以事实上这里那个人啊是在讽刺他，他有没有赢？二十五节你看那个经文，他摸了他大腿窝一把，那个雅各就怎么样？ 他就扭了。谁赢？那个人赢，雅各是一败涂地，同意吗？但是他懂得 他懂得自己是一败涂地吗？你看首先看这个，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后面呢那个 括号里面呢是我的翻译，都得胜了吧，是吗？清楚吗？这样的翻译才能把上文下理串起来。所以雅各跟天使摔跤是谁赢？你说啊，是不是天使赢？雅各是一败涂地啊？雅各是抓住，以色列是让神征战，让神掌管。所以你看见吗？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那个道路是什么？我们是一个靠神的生活，我们甘愿被神改变。所以托尔斯泰的名言是什么？这个世界没 很多人也都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是不是啊？我觉得托尔斯泰讲的太好了，是不是？我们都想别人改变，但是却没有期望自己要被改变啊。所以各位，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都是罪人吗？对，我们的诸般的软弱，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甘愿过以色列般的生活，他让神掌管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他就会尽力而为，对不对？他就会很舒服的，不是就没有后顾之忧啊，就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享受生活，好好的带孩子，好好的去鼓励人，好好的在教会服侍。上个礼拜就是应该是吧，可能是礼拜一，我收了张长老那个 email 就问我那个题目跟经文，因为我们亲亲姊妹要准备那个崇拜诗歌。我真的是，我们给亲亲姊妹跟敬拜队鼓掌好不好？这是神非常喜悦的，
一种的服侍态度。谢谢你，亲亲姐妹，是，对 ，OK OK， 哈哈，啊，是他，哦，哦 ，Sorry， 这是 Helen， 哈哈，亲姊妹在这里，啊，谢谢你，不，好像我都很正常，对吧？他们讲的有点像，不，抱歉抱歉啊，亲姊妹，就我非常开心啊，今天。因为我上个月我就开始准备今天的讲道，所以我就马上就是把我要讲的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要不要过以色列的生活？要不要让神征战？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就好像雅各有没有改变？雅各没有什么改变，我告诉你啊，还照样不老实啊！这个你们回去看那个经文就可以了。他还是抓住，他不像以色列，让神掌管，让神征战。这是很多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不开心的，因为他就在。就经历保罗的，我真是苦呀，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一会我们都会念那一两节经文，为什么是取死的身体？你看那个罗马书就明白了，因为我们犯罪是来自我们肉体的情欲啊，那个是啊，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个你是那个雅各还是过雅各的生活，还是自己自我中心，自己来，自己筹算，自己计划。就好像我们不少人就是做计划，做好计划就跟神说祷告，神这是我的计划，请你帮助去成就，阿们，是不是啊？不要那样子，我们要跟主一起做计划，听他的计划。还记得圣诞节我们看见那弥赛亚有四个名字啊，第一个就是奇妙测试，对不对？奇妙测试是什么？就他的计谋令你惊讶，这个 Pelek 就是奇妙嘛，就是好，这个把那个打雷啊，那个霹雳那个声音啊变成一个字，在希伯来语里面 Pelek-UA 啊，他需要重生，雅各需要重生，我跟你都需要重生，好不好？重生的意思是什么？把旧有的生命放弃，让神把它去掉，然后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好不好？我想问你，你能不能自己重生？我们看圣经就可以。那段经文上一次我来讲到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重生与那个就是那个丰盛生命的开始啊。事实上如此。我们念一念啊，弟兄念第三节，姐妹念第四节，好吗？弟兄先。耶稣回答说，姐妹，尼哥底母先生，他懂不懂什么是重生？不懂，他还活在一个旧有的观念的里面。耶稣在第三节回答，回答什么？回答就是尼哥底母向他讲的好话，我都不打出来了。他又说：“哎，拉比啊，他专称耶稣为拉比。”
如果你不是神派来的差派来的师父，不会能行这个神迹奇事，对不对？但耶稣这个回答就告诉他，尼哥底母先生，你看错了，我不单只是神差派来的师父，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神国的国王，我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所以你 为什么你看不见？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彻底的被改变，没有重生，所以你看不见。但那个尼哥底母还是那个时候就摸不着头脑，干嘛我能在进母腹里面再生出来？但耶稣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那个层次，那个就是属灵的层次，那个就是他的生命要彻底的改变，就好像那个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23节很多人都会背啊，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那个心，所以我们要做事情做得好，我们要开心，我们要做事情就轻松愉快，我们首先要经历我们的心被主完全的改变，我们叫那个是重生。耶稣又说了，我实在的告诉你，尼哥底母先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成为神国的国民。因为水是什么？是洁净，淹死那个救我，然后成为一个圣洁的灵宫，就被圣灵居住。你们要不要这个？圣灵常住在你的里面。你喜欢吗？我喜欢。啊，事实上，这个是就是个重生基督徒的一个的经验。圣灵充满就是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但是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很开心的，很轻松。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这个？你觉得很轻松？哎呀，不晓得为什么你们。没有，不是那个加薪水，没有什么，就但是很自然的，很轻松的，很开心。你试过，请你举手。啊，有一些啊，就我求主让你们经历被他充满。你记得，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例外。所以不是说我指挥圣灵，圣灵就来。充满我，啊，我们不能指挥那个圣灵，我们只能就是什么，求主洁净我们，我们完全的就过一个，就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好吗，各位？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过生活，要进入这个安息里面，就是我们要被洁净，被赋予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灵宫，被圣灵居住。清楚，这个哥林多前书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你看，成为神，你进神国的时候就成为神国的公民，你要作为守法的神国的公民，对吧？就会履行公民的义务，遵守神国的法律，不是口号，各位。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是口号，那不是口号，那个是我们要跟随。熬的活的那个指引，遵从神国国君的命令，所以重生重不重要？
我常常在我的那个敬拜的平台，在我其他的查经班，我都讲这个。我觉得太多太多基督徒没有经历重生，他们知道，但是没有经历。我一讲重生，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很多人没有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你要不要经历？你要好好的有一点时间跟你们长老执事啊，有一个祷告就很好。刚才我们所讲的都是以色列的生命，对吧？那在希伯来书第三章17-19节都讲了安息，神40年之久。今天很特别，今天是祝棚节的结束的日子。你们知道祝棚节吗？在周四我在网上有大概200个人，就在全世界27，在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跟那个欧洲美洲，他们就分布世界各地。我也讲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扎营嘛，安营嘛， camping， 对不对？如果 你跟孩子说我们去 camping， 他们会很开心，对吧？但是孩子，我们 camping 40年好不好？这样他们就是在那里 camping 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耶和华神就是要训练熬练以色列民成为真正的以色列，要他们懂得就让他征战。但是呢，那个效果似乎也不很理想啊，所以才在新约有耶稣基督来帮忙，来解决这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人罪的问题。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的失手刀在那个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那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不信就是罪，我们不信就是恢复了与神的隔阂，清楚吗？我们不信为什么是罪？因为不信就冒犯我们的主，所以圣经说不信就是罪。保罗告诉我们怎么解决那个罪的问题，我觉得是最最最宝贝的。就是我们都难免会有过错，会犯罪，对吧？但是我们不要让星星之火在我们生命里面燃点起来，好不好？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老老实实来到主面前，主啊，我这样想还差劲，我那个好事情我不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我反倒去做，我太差劲了，对不起你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就把我离开这个罪的毒钩，好不好？清楚吗？我们自己是不能救拔的，我们越挣扎，就好像我掉了49磅的沉龙，你知道吗？我跟他搏斗才15分钟，但我就没力气了。那个开船的人就过来，好不好，我帮你个忙，把这个线剪断。我说还是继续 fight 啊。他越挣扎，那个钩越勾得紧。你记得我看见过好些弟兄姐妹，包括那传道人啊，他们在软弱的时候，就他们拼命挣扎，
掩盖起来，所以对最后星星之火就在把他的生命都烧毁了。所以感谢神，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罪困，天天过以色列般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我回到这里，我用两三分钟指出来，就是那个秘诀在哪里。你们都很熟悉那个经文，对不对？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人，你有劳苦有重担，你有压力有焦虑，哦，那个 stress 很高的时候，你到哪里去？这是不是吃药？是不是那个找那个心理治疗师？我不是说那个不对，不是，但是我觉得最有效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下一句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在这个中文圣经里面，你知道是哪一个字是重要？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哪一个字？使，是他使我们，我们没有能够，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安息，是主所赐给我们，晓得吗？那个第一点。第二点，我心里柔和谦卑。什么是柔和谦卑呢？就是因为我是广东人，就煮到来就食，你烧什么菜我就吃什么，那个就是柔和谦卑。神是你什么 的那个菜你就吃，那个苦的你吃，甜的你吃，酸的你吃，好不好？辣的你吃，好不好？那个是柔和谦卑。所以耶稣说，父啊，若是可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开，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您的意思，是吗？这位弟兄姐妹，你现在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柔和也不谦卑，那个菜已经端在你面前，你就说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吃。但是主说，那个是我为你预备的，啊，你们当负我的轭，不是你自己的轭，是他的轭，啊，学我的样式，就是他的样式是什么？基督来教训。神，我烧了什么菜？吃，好吗？我很喜欢吃东西，你看我就这个体型，知道我是嘴馋的人，对吧？有一次在那个有个牧师很有爱心，请我们吃饭，就点了一锅龙虾意面，很好啊。就我他们三个都是女孩子，我是男生啊，我都一起开始，不过我就吃的比较快，转眼就已经吃完了。然后我的侄女儿就说，好像有点异味。然后我的太太说，是啊。那个牧师也说，是啊。但我已经在肚子里面，不过我告诉你，神是给我们的，绝对不会让你吃了以后肚子疼的啊，不会的，一定不会让你脱胎换骨的，好不好？我们继续看，记得是主的轭，我们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想什么？安息。安息是什么？轻松愉快，就能够好好的休息。你知道现代人很多人手一机，就是手机，对吧？啊，我很可怜的，事实上，你看见在餐厅一个桌子，十几个年轻人，每个都低头，不聊天的，
对吧？是不是啊？好，三十节非常关键。我讲完我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概念就是，哦，主把我的别把我的轭把别把我听清楚啊，把我的轭变得容易，把我的担子变得轻省，轻省还是轻省，轻省对吧？我还在学普通话，你知道吧？轻省对吧？对，谢谢啊。我昨天也查了字典，但是好像两个人都好像去省，但是我也忘了，是吧？所以要你们帮助，记得，你的轭要变成主的轭，好不好？所以有些人结婚不久，就告诉主，我真的要退货。我怎么能够熬下去？这个人，但是当你转换一下你的话，主好不好？求你把这个轭变成你的轭，就变成主的轭。那个难以相处的太太或者老公，变成主赐给你的轭，这主的轭。这个轭就变成容易负背负啊，这个担子好像很重，就是成为主的担子。主，谢谢你给我这个担子，哎，那就他变得轻松。我记得我的侄子四十多岁了，四十八岁了，他在一两岁的时候，大概他刚学会走路。我回家看他，他只一张很小的凳子，圆圆的啊，他只在那竖，意思说竖帮我，于是我就帮他，就把这个凳子就搬到他房间的门口。哦，他的手很小嘛，力气啊不够，我操，他才找我竖、结果呢，我还跟他一起很容易把那个凳子搬到他们房的门口，他就这样好开心。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就要常常让主的手帮助我们担担子，好不好？好吗？愿主祝福各位。好，我们这就是起立啊，唱三一首。哦，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但愿主圣灵的大能，就基督的宝血，天父的慈爱恩典，都厚厚的浇灌你们每一位，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谢谢。